啥东西？我关了一个娃在里边。真假？赎罪讨厌干嘛？你骗人！这画的就是鸵鸟吧？对，我是卖鸵鸟的。嘎嘎嘎嘎！你是个万怂，万怂，万怂！哥桑娜，我们想打一下你的车行不行？阿姨，我不认识他。那你咋到这儿了吗？妈妈！ 你说大祸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撞着一个人，还是一个警察。那我是不是也跟你一样也成坏怂了？我坏怂？坏怂能带你到城市浪去吗？来，给出效应。一二三，耶！钱我一定还上。对不起吧。你看啥呢？后边去。走一走。滚！ 不给钱你就杀我吗？输教你一套祖传的鸵鸟拳，气沉丹田，不疼，不疼，不疼。